今天某男孩终于接受了粉丝的挑战，来玩港鬼实录，就直接进入新游戏是不是？确定要开始新游戏吗？跟上佳慧，一个破自行车，耶！手电筒是不是可以捡起来？哦，敢敢担担，佳慧好像往这边走的。我开了一个全屏，是不是有点作死的感觉？他不给提示。哦，这里是不是？这个洞是狗洞是不是？可以进去吗？不行，我得把这个屏幕缩小一点，这搞得我有点害怕。等会儿，这里是吧？我操！找到了什么？下一关的钥匙啊！快跟我来！大伙儿！我去！你吓死个人，你大姐！我的天，你这个人影吓我一跳，兄弟！哎呦我的天，吓得我浑身发麻！我的天，我都不敢回头了！这什么声音啊？吓死个人！这个。看啊，就是这个玩意儿放的音乐，臭不要脸的，吓死个人！耶，这个门咋关了？我滚！快跑，兄弟！快跑，我扶不住了，兄弟。这个柜子可以躲吗？这个柜子赶紧进去，兄弟！你干嘛？进不来，兄弟！哎，走了吗？他走了吗？哎，我怎么出去啊？哎。这就高能了吗？这有什么高能的？我的天，这有什么啊？敢敢担担！哎呀，我身体怎么有点热？小布，身体有点热。这，蹲一下，不要怕，小伙伴们，好吗？有我陪着你们，不要怕。你看看这个臭不要脸的你干嘛？你又消失了。对，什么声音？谁说的没事啊？谁？哇，臭不要脸的，吓死我了！你们不是说没事吗？哎呀，佳慧呀，给你寄个火腿肠好不好？给你加个火腿肠，你别搞我了呀！这个怎么过去呀？不行啊，兄弟们，我感觉我过不去呀，看不到我。哎呀！哎，这有人能过去吗？这也太难了。哎呀！